最亲爱的小猪哥哥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，总觉得就非常喜欢你。大家不要车走了，让车停下来。好吧。所以呢，我为了今天准备了好久好久，买了这样大玩具呢。你看，我为了这个大玩具啊，用了好多好多压岁钱嘞。你看这一个压岁钱，这里，哎呀，你看我银行卡，还有这小猪神奇怪。知道我为什么要选小猪吗？因为你也是小猪啊。看到我后面这两个海报了吗？看这两个海报啊，可是我最喜欢的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我这个大车还可以走呢。看，很好玩的。这个是你给小猪哥哥的礼物啊。行了，你先别玩了。那小猪哥哥要是不要你这个礼物怎么办？这个不能砸吗？那真的不要，你真的会砸吗？嗯。那好吧，那你也不要伤心，姐姐一定会帮你把它送给小猪哥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姐姐你来吧。亲爱的小猪，我们很喜欢你哦，我表妹特别特别喜欢你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你。这个大礼物呢，花了她几年的压岁钱给你买的，然后是我帮她选的哟。你一定要喜欢，在你音乐会，在你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给你送过去的。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爱你。一定要接受哦。哦，么。